你们干什么呢？发现一条深沟，马队长亲自下去看啥去了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小火苗就好好回话。你是不是在松车村西那山人家干过长工？大老人听说失恋之前必须见到你们。手雷准备，嘿，住口！人，队长，快下来！ 你们在这守着，我去拉情报。嘿，嘿，武工队果然来了，行动！嘿，两旗开开！所有人撤回街区，快点！见马二孬了吧？是我逼他去的。你是老银枪？对上了，快把他救走吧！我赶紧去帮高队长放人。阿敏，蒙哥，这帮畜生欺负我！ 冒充我们，死啦死啦的！ 你是不是在双桥村新大山人家做过长工啊？这次是本人了？是，是我让马二孬去找你们的。怎么称呼？老烟枪。有钥匙吗？开门。
太君，这啥意思啊？听我的口音，像鬼子吗？哼哼，好汉是哪条道上的？八路军武功队。为什么被抓？抢鬼子粮，没跑利了吗？哼哼哼！好，打鬼子就是自己人，走吧。 别啰嗦了，说这号啊，打鬼子就是自己人，兄弟们，等五谷队一起打鬼子，人都放出来了，太好了，弟兄们。 这位长官说了，只要一起打鬼子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们还登上？冲！冲！给我站住！外头鬼子塔台上正架着机枪对着咱们呢，出击一个，突突一个，怎么办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塔台应该快被拿下了。 给弟兄们发家伙，好，这都是好东西。壮阳，祝阿敏了。队长，我把阿敏救出来了。阿敏姑娘，受苦了。高队长，吕大哥让我找你们报信儿，我以为你们还在大车店，所以才赶回去的。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是好样的。猛子，照顾好阿敏姑娘。哎，弟兄们，都听好了啊！
我们再见了，就行了。请允许我断言进攻吧。急什么？石岗少佐亲自在里面指挥作战，难道还对付不了小小的几个武工队？担心，石岗少佐只带来一个小队。那也比武工队的人多多了。夏夏，保险起见，请允许我迎接石岗少佐。少废话。吵什么？不用争了，原地待命。 神鹰大人今晚有兴致，想打猎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大人清理垃圾。听里面的枪声，我怀疑里面的犯人已经全部武装起来了。请神鹰大人不要冒险，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部打死。小葛，刚才你还说那边只有武工队的几个人，不用担心，对于神鹰大人来说。 兄弟，看你们都是英雄好汉，落草为寇不是常事儿，参加我们八路军游击队吧。高队长啊，我们去不了啊，弟兄们在山上自在惯了啊。这个，往后啊，只要你能用得上俺们，俺们是赴汤蹈火，密不容辞。也好，记住，只要打鬼子，不欺负老百姓，今后我们就是兄弟。 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高队长，告辞了。后会有期。弟兄们，上火！狄队长，一斌，都别动。 监狱还派狙击手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监狱的。队长，不就是个隐藏的狙击手吗？我去把他引出来，他找开枪，你们就把他干掉。哥，趴下，别冲动，没那么简单，这不像一个普通的狙击手。队长，难道他是日本的枪神？ 兄弟们，一起上，分开走，看他一枪能打死几个。我哎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，回来。注意观察狙击手位置，他一开枪，立刻还击。是。 都死了！狗日的，版本连监狱的鬼子都瞒着，他们应该已经早就埋伏好了，还有别的路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一条路。 既然他们有大部队，为啥不直接上？弄狙击手干啥？这狗日的是以壕沟为界限，只要过去壕沟的人，他全归后边大部队管了。狗日的，这是让大部队围着咱，陪他打兔子玩呢。不通也是死。
弟兄们，拼了！拼了！走！不要出去送死！同志们，别玩银子，出来吧！ 不杀！队长，这回应该死了吧？不好说。这不是普通的狙击手，他一直在快速移动寻找目标，而且对地形的适应相当快。如果他不是以壕沟为界限限制自己，这片空旷地上，谁也逃不过他的枪口。没想到鬼子所谓的神枪真的这么厉害，队长。 明天首长就要过封印渡了，咋办？今天我们就算逃不出去，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个狙击手。老孙呢？他一定在寻找时机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创造机会。队长，我去，没你的事儿，保护好阿敏。 枪声很激烈，长官。一定是美静子在进攻监狱。长官，还有几分钟就到了，我倒希望工队能坚持到那个时候，让你亲手把他们杀掉。不，教训够深刻了。谁杀都一样。我们不用赶往监狱了，就在监狱的最外面，再筑起一道保险。长官，他们不可能逃出监狱的铜墙铁壁。他们已经逃出烂葬岗的铜墙铁壁了。 明白了，队长，我来，我受过严格的反狙击训练，我比他们都强。真不谦虚。金奎，我担心，版本就快来了。是。注意安全。 子曰：“回来吧，他可能已经死了。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别冒险。行吧，死。行呆呢。 我的子曰，老孙出手了，冲啊！走啊！走啊！石英大人怎么没有动静了？难道他中枪了？军令大人，快！小哥，军纪怎么办？大人如果出事，我们都得死。 小林小队，其他人，各走。王子曰，你上哪儿了？王子曰，你醒醒啊，说话呀，王子曰！哎呀，行了，别晃了，都快被你晃死了，活着呢。你没事啊？你傻呀？啊？ 你就不会用枪支个钢盔出来呀？用自己的火把子？你傻呀？
我要是那么干，刘川他能上当啊？他能开那一枪吗？王子越，我告诉你，上级给我派来一个称心的副队长不容易，以后不能冒险了，听到没有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没事了啊。哎，队长，你看，这小鬼子朝那边去了。看来是救那个狙击手了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冲过去。同志们，冲过去！走，我走！打掉那个人！是老孙。同志们，冲啊！受伤了，鬼子乔晨，厉害！撤吧，队长，那边有几台摩托车，我们走。神鹰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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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鹰大人。前面山口才有岔路，没别的办法了，只有硬闯过去了。不能硬闯，我有办法，能让版本拐弯。太君，别动！太君，我要见版本太君，版本太君，版本太君。什么情况？他是谁？他是监狱警备军小队长，叫老烟枪。大名叫啥来着？大名？你跟他不熟吗？不熟。版本太君跑了。怎么了？武工队都跑了吗？武工队都被打死了。那你嚎什么？可大人不行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被武工队的孙一枪打中了，受了重伤。这不，我现在正要去请田中太监给他做手术吗？哪里中枪？前胸。人在哪儿？快带路。二老，二老兄弟，你赶紧开我的摩托车，我的脚受伤了。哎，二老，不熟。不是，我们那个快去。是。前面岔路口，往左拐。老烟枪，你过来骗版本，你拉我干啥呀你？我怕你沉不住气，出卖我。不，你到底见没见着武工队呀？见着了，这事儿办得不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保你不死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暴露我就暴露了。哎呦，保我你！闭嘴，往左拐。拐了拐了，小鬼子开始拐弯了。等鬼子让开道，我们就冲过去。停车！哎，队长，拐到一边又停下来了，也算是让开大道了。我们走，冲过去。为什么要拐弯？我们不是回监狱吗？太君。大人是在西边的树林里狙击武工队的时候中的枪，咱们从这边过去借，抓紧时间赶紧走啊，太君。
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哎，什么事儿，太君？算了，没事了，带路吧。是。你的腿伤没了吗？长官，早就说过，他们都不可信。也不能这么说。马尔诺，太君，刚才多亏你了，我会重用你的。我对皇军忠心耿耿，亲日可见。中计了，快追！没油了，全部下车！猛子，大家别撤退，其他人留下。我留下来，服从命令。高队长，如果你们都牺牲了，我和丈母还怎么安心过日子？对，我俩不走，要是死一起。队长，我是越来越近了。打！追不追？来不及了，回去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神鹰大人。太君，老烟枪是骗咱们的，神鹰大人肯定没事儿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老烟枪是八路？没有，太君，我跟他真不熟。那你拔枪怎么那么快？这当时您有危险，我是担心您的，太君。他杀不了我。是，太君的刀比子弹快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次没能杀死武工队，会是我们以后刺杀行动的隐患。他们一定会不惜代价阻拦的，
我和高风亮还有最后一战，就在今天。北京子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多人，保护不了大人。是大人一定要狩猎，结果被榴弹打中了。不是榴弹，一定是孙一翔。队长，情况就是这样。朱司令员还特别让我告诉你，这一次首长的行踪就是被我们跟踪了很久的大内奸出卖，他因为这事儿也暴露了。他人呢？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。他把我们害苦了，可惜不能亲手枪毙的。叛徒都没有好下场。这难怪鬼子会派流川石英这样的大人物，他们肯定是得到了确切的情报。老孙，队长，你的伤也是他打的吧？王子越引诱他开枪后，我应该是打中他了。我听到了他的叫声，我也听到了，所以我迟疑了半秒没有转移位置。没想到他立刻就还了一枪，在黑暗中突然中枪，他还能在半秒之内辨别敌人的方位还击，他的枪法和定力太可怕了。没错，他是我遇到过最可怕的对手。从他的表现来看，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。那跟你比呢？比我强。我能打中他，完全是因为他轻敌，或者是没有想到我的存在。我只是胳膊中弹，已经是很幸运了。你们俩说的太邪乎了吧？老孙，你可是我们的枪神啊。我只是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，但他完全是一个魔鬼，不可琢磨。枪神对枪魔，这下有的瞧了。为了首长的安全，绝不能让这个魔鬼到达枫林渡。大人，我就知道没人伤得了你。有，18年来第一次有人可以让我受伤，真想不到在八路的队伍里竟然有这样的狙击高手。一定是孙一枪。孙一枪？是的，大人，他是武工队里的狙击手。难怪这个人对方位判断着精准，开枪时机把握着果断，我生平未见。因为他，我们的计划要做些改变。怎么改变？在执行刺杀任务之前杀了他。大人不必急于复仇，等完成刺杀之后再杀他也不迟。我不是复仇，这次我的刺杀目标至少有3个，当我开了第一枪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方位。如果孙一枪在的话，他不会给我机会开第二枪。我懂了，在到达枫林渡之前我会杀了他。怎么找到他？大人不必担心，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要疯狂地找我们，所以这是一场双方都需要的对决。我们要潜入八路的领地。田中，长官，这是我一直等待的机会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去准备吧。嗨嗨！鬼子暗杀小队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要在今天下午之前赶到枫林渡。最近的路线应该是从黑风口穿插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。军分区已经启动了铁壁计划，
正规军、游击队，连老百姓都发动起来了，到处都是明暗哨卡，别说鬼子了，一头野猪都别想混过去。版本不会硬闯的。他们也可能会选择另一条路线。葛兰陀，这是鬼子插入我们根据地腹地的唯一一个炮楼，和定西之间连着一条运输的专用铁路。嗯。如果他们坐车到饿狼驼炮楼，可以绕开我们八成以上的哨卡。虽然离枫林渡的路远，但花费的时间和直接穿过黑风口应该也差不多。都有可能。哎，那他会怎么选择呢？队长，我插一句。说呀。咱们既然知道鬼子要去枫林渡刺杀首长，能不能让首长暂缓行动？等一等，等啥呀？等鬼子自己退出中国？听说鬼子要来刺杀，咱们就得让道，还怎么抗日啊？我这不也是为了首长安全着想吗？你就是聪明过头了。首长的安全要靠我们保卫，而不是靠躲。小花，这回游击队都听我指挥吧？对，司令员说了。像对付鬼子这种鸡零狗碎的刺杀行为，武工队更在行。这一次，高风亮当总指挥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叫鸡零狗碎？这回我就要搞次大的，让他老朱好好瞧瞧。小花，游击队在哪儿？你带我们去。是，队长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去。阿敏姑娘，一会儿咱们跟游击队会合，我让他们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吗？哎，阿敏，我们一会儿还要打仗呢，没人照顾你。我就是要去打仗啊。阿敏姑娘，回头你先锻炼锻炼，然后再加入武工队。小花就是这么过来的，对吧？对呀，阿敏，别着急，会有机会的。你看看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嗯。这是干什么？武工队一直不露真容，这是跟他们学的。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，留着吧，会有用的。他们去干什么？下乡扫荡，为我们打开通往八路根据地的通道。虽然我们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，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吧？大人，这是疑兵之计，我自有安排。没有，这次就看你的了，别让我失望。请大人放心，准备好了通知我。嗨。军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去了，这城里治安咋办呢？要不然我留下来吧，我负责城里治安，保证帮太君看好后院。你想临阵脱逃？不是，我实在是我这三脚猫功夫不行，去了还得给诸位太君拖后腿。马尔闹，你不要自卑，我带着你必定有用，而且有重要的作用。我能有啥作用？嗯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好干，你的前途大大的。谢谢太君。长官，准备好了，出发。